其实赖赖、Maggie、柔一、包子、Nina 还有 Joy 来到我们的舞台这里，要来跟大家见面啦。那呢，当然来到舞台上呢，他们穿的是这一次特别为了完美战神主题日所设计的主题球衣哦。那呢，首次的亮相，也相信会让大家的手机里相机里充满他们的照片。来，我们先请这十位女神先站好。好，一字排开，这个画面非常的美丽。那请我们再稍微靠近一点点。好，那当然，首先的柔一，嗨，刚刚的柔一，嘎凉党的柔一，好，来继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瘦七。Hello， 我是副队长赖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队长 Yuk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舞蹈总监诗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y。好的，好，我是 Min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吉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子。好，那么我们可爱的十位女神呢，在这里跟大家打招呼之后，马上就要正式来进行今天的签名会。来的。还有少少，一共十一位的女神，好，在今天第二天来跟大家见面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前面哈，我们在他们场布的过程中，先请我们女孩来到这个舞台上面，好，一字排开，跟大家说说话，打声招呼，好不好？这一套制服哦，其实在昨天一亮相之后，就电翻大家了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要请他们这个造型来一一跟大家打招呼，然后呢说几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管秩序的秩序总监，我是妮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中蜜。动动动的肥琪，大家好，我是赵真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侯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曼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米亚。好，很好，大家那个已经到后面变成一个。对，很敷衍，又后面好啦好啦。那我知道，因为其实大家看完了两天精彩的球赛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主场哈，那也希望大家多留一点体力，我们等一下里面用力叫。好，那接下来邀请我们所有的女神们就自己名牌位置，我们找到。